海总是客家一年一百日台事情，董事新年办节，年年二十四同二十五也六日嘞，就委托董事客家文化园去举办。台中市政府亚拜特别同台铁公司强下合作，推出了亚团期间张游的台中客庄铁路片段。年年初一十二点就会正式开始卖，同时每同新年办节先来宣传。台铁盼报系东岛列卡前后设计，今日初次就推出新嘅菜式。今日今日初次对铁路局嘅设计台铁公司同台中市政府合作，推出台中客庄铁路盼报，用台中客庄嘅特色食材，限定烤肉同客家小炒嘅松竹菜盼报，当然看天二百点，今日土城做台中新木业中花地道台铁车头入卖。感谢台中市政府可以来跟台铁来联名做这个客庄台铁便当。那今年是台铁公司的元年，我们也希望在今年能够结合各地地方的县市政府还有这个国内外的这个业者来进行这个业的合作。今年一百届董事新年办节，委托五月二十四、二十五六日，托董事客家文化展期来办。除了同台铁合作推出看天嘅盼报之外，台中市客委会未安排其他空界内地八通，如铁线人杰、邱志、邱文聪、毕太板、周对社、夏启、文聪等等。一百届新年办节，能同台湾铁路局接下来结合推出一个新典版汉天的盼报，哈，含着应该庆祝要个雕版的文化，所以我们套东西就一百二十件的两个仿古版，含着一个土版，表示讲南吴种啊平等安尼，哈，继续来发扬呢啊雕版的文化，当然来完成成年之后万福的事业来分享的按的精神，要做的继续来推动，欢迎全国的好朋友，欢迎是按你台中太埔客家族群的特色文化化，按你新灯办节就很好的机会。台中市客委会讲，去年嘅新灯办节就超过十九万人参加，那么礼拜嘅重点迎接八通，还邀请到今年亚球嘅拉拉队同二选位组彩铁团体强化参加，首先来参加嘅人数会限。客家新闻李贤梦台中报道。